新华社今天凌晨的消息，由于涉嫌各超标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，由于涉嫌重金属各超标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胶囊那事儿，我跟你说，那些不合格的胶囊里头，我正经吃过好多种呢。这个新华时报的消息说，业内称啊，激烈的竞争导致药企生产各超标。把这个药粉完全包在里面，捏成一个药丸的形状。因为如果不这样包住的话，就很苦，那就直接可以服用。小孩的话尽量不要这样做，因为小孩的话怕把它噎住。剩下这种镉超标含量的这种胶囊的外壳，